翻书翻得太快了。刚刚我们还在说我的奇妙男友，在说金泰焕，现在立刻说到哎，我爱喵星人，又是倩倩的一部新的作对 品，对。因为他是这是和吴世勋合作的，又是一位特别帅气的韩国欧巴。那和他有没有擦出不一样的火花呢？世勋是一个真的还特别努力、特别用功的人。你每次在片场只要一对戏，其实你就能看得出来他在底下做过多少功课，这个是骗不了人的，就是对一遍台词走一遍戏就都有了。所以觉得是少见的那么努力的演员，再加上他中文也特别好，是吗？跟他平时发消息可以用中文真的。的？他可以跟我发中文，哦，甚至就很这么夸厉害！张，真的很夸张。因为我们知道他是 XO 的成员嘛，因为 XO 当中本来会有我们有一直有我们的中国的成员在，所以可能他们平时交流和学习一下中文。那每天看到他的颜紧张吗？就第一次看到，其实大家还都蛮紧张的，他也蛮紧张，我也蛮紧张。他然就后看后到来，哇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儿。哎呀，那倒没有，他见过的美女应该比我见过帅哥多吧。然后就可能是后来时间久了以后，大家磨合的时间长了，就会有一些这样的默契了，所以就还好。